啊，李老师这身行头太帅了啊，是吧？我刚才我介绍了说神鞭大侠、嗯、啊，老大，这个神鞭大侠穿的怎么像个佐罗似的呢？中西结合疗效好，是吗？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对李老师，我这穿衣风格，我感觉我们还是比较统一的哈。怎么统一呢？咱们那你看都是中式的这种搭扣、哦、啊，是吧？还有江东之处啊，对对对。那咱这个神鞭是不是就是也是从自古传下来的一门手艺呢？这应该是远兵器之一啊，是我们沈阳发明的，已经推向全国。这叫沈阳叫金龙鞭，健身打了套路之后是神鞭绝技系列节目，是我独创的哦。这个节目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，是天下神鞭百万擂主，创吉尼斯纪录。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大伙都听明白了啊，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了，而且是这个咱们沈阳的独创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回到家乡非常高兴哦。您是？我是来自辽宁省沈阳市退休教师，神鞭天下第一人，百万擂主，神鞭大侠，就是我李广坤。好，李大侠非常的激动，非常的激动。回到家乡了，这样您对今年多大岁数？少年强，中国强。嗯，我说我老年段，家家幸福安康，我是70后的中国老年派。70后也不大，今年也就40多岁，长得可有点老啊。对 对, 对, 对，算一算，啊，70后的，你70到活到现在也就40、44呗，后边加个年呗，70、70岁，七后我老年派。你是70多岁的70后，对，今年70是74岁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，不是。生如洪钟啊，真是 啊, 对对啊，这个身体好像比我好多了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楼上音响老师把麦闭了，声还这么大呢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嗯，我是京剧词儿，是练出来的，练出来了。好了，来到我们家家都有戏，比划两下。好的，比划两下。首先给我们带来什么？首先，我抖个范儿，展示几下我们沈阳金龙鞭的这种神威，他的气魄。好的，哎、掌声有请。Thank you.